哦，爬这么高，爬到你身躯顶去。我没有，我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我没有，那里才有，前面前面。妈妈，哎，再好赢我家。会使啊，但是兔仔就一只呢，你想看？没有，我觉得是一样的，只是。你刚好赢家。上次肚子不饿，今天肚子很饿。没看，刚刚十几只全部围着它，然后只要看有人进来，他们就会围过来。欢迎。我给你夹完再搁配等下。你甲凹一半，凹一半，欢迎。啊？伊会一人一只兔仔就拢夹起啊。爸爸冲，爸爸冲，爸爸冲。那个羊在那边一直探头探脑的，什么时候轮到我？你拿一根给羊吧。拿一根给羊用，没两只羊哎。就两根嘛，还不简单。来，走在哪里？你没有帮他拨一拨啊？有啊。小猪也要。哇塞！你不知道他多受欢迎。我想着要回去怎么洗衣服的问题。那应该没干，没搞一小音乐课。没干，学没干，应该搞一小音乐课。验一下。哦，还要洗头。好，等一下。原来以后最适合的职业叫做动物饲养员。可以啊，你看有只边啊，有只 baby 的头啊。来，你讲，你讲。啊，跳！哈哈 ，baby。
有没有看到他的头发？他今天要给我大洗特洗。结果还要掉了，被抢走吗？还是别人把它抢走？还是别人把它抢走。为什么兔子要跑进去跟羊在一起？好，等一下，这一个。不知道是不小心跳进去了，是谁啊？不要，你待会不要往右边哦，有病啊！哪里？提一支哦，爸爸，叫爸爸起身夹头啊，好不好？